救护车火速赶到学校，将已经昏迷不醒的学生送上救护车，赶紧送往病院急救。因为伤势严重，医生马上将学生送入手术室开刀。学生的家长嘛赶来到病院，艰苦着急，唔知要如何是好。是几点接到那个学校通知？八点出。学校有跟你们讲过是发生什么事情？我不知道，我刚赶过来，还在抢救啊。阿秀，医院也还没跟你们讲他现在的状况。没有，他应该一送进来就已经头型都有两个洞，就应该要紧急开刀了啦。经本院的脑神经外科医师看诊完之后，发现他脑部的压力蛮高的，判定为颅内出血，必须紧急开刀，现在正在本院的手术室急救中。其实想要从这里让他走了，但是他就是不走那个通道，从这里这样子爬过去。我的通道是这样的通道，让他走到教室。哦，学校主任说明，这位三年级的学生就是由家爬过围墙，想要进入教室，不小心却因此由二楼摔落一楼的拖卡。这位学生大约六点五十五分进到校园上这个楼梯，他因为在攀爬这个走廊外墙的时候，因为这个上面因为前夜下一个一点雨，所以不慎坠落到一楼。学校为了下课以后教室的安全，在二楼入口设有铁门，通常上课时间早起七点就会将门拍开。这名学生可能是提早到学校，门还未拍开，却无愿意走另外一头门已经拍开的通道，想要直接爬过围墙进入教室，却无想到因此发生令人遗憾的意外。走的，这他们觉得早上的通学路线就是这样子啊，本来就是这样，他要从这样子过来，然后这样走过去就好了。因为学生由二楼摔落时，头壳受到严重创伤，经过病院四点钟久开刀抢救，虽然已经将脑中血全部清除，但因为头壳外已经严重破损，伤势非常严重，至今依然昏迷不醒。医生评估昏迷指数只有三，目前已经转送加护病房继续治疗。至于这件意外发生的真正原因，目前也由警方进一步调查当中。记者王昭成采访报道。